啊，想走，但是对面有人要以他了，哎，这个就不放你了，你这个有点太上头了。DJ 刚刚还说今天没有打人，直接就拿掉小唐一分。是的，嗯，有队友倒是能给他架枪。那 DJ 一想，点 Paro 跟悟空看防口防守，白罗马直接放下了两个，一个爆头吉普。白老马二倍镜的 M4 还在攻击房当中，这是原点有天霸的枪线，这个位置强行顶出去。对，提前亮的侧面直接打肩膀，狮子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。这个角度总能瞄到你，除非你趴下。玉已经把马哥秒掉了，又是狮子，残局还剩狮子一人。是的，先补分吧，这个时候拿分是最重要的。旁边有人在平地干拉，不知道的晃身看着了外面的一个人，再 pick 出来，再秒一个。狮子这波尽力了。而另一边巨幅跟 DDT 这波应该是做了一波堵截， DDT 这波要拿分，所以说巨幅被堵了，赶紧走，尴尬，正中心一支队伍都没有。这个他就像米奇面目是一样的道理，有的进没的出，嗯，是吧，你进去你不好出来啊，关键是高现在盯防区想要溜一个，但你这开车过有想法的，他知道 CDG 前面倒了人的，过点这个位置能抽倒吗？是，你这位置一点进攻道具都没有，来个火人小组厕所里面着就出来了，嗯，进攻角度太一致了。哦，那边巨幅逮到机会了，要过来了，好好打一个，小杨打一个，是的，按这个行，就三个，小杨没被淘汰，这局天霸的机会真的是，我觉得是场上最大的。看到这个圈，小杨自己也会很懊悔。是的，我太浪了，一锤桌子，我在干嘛？我太浪了，我在玩，还行，他落位了，他落地，他没倒，这波枪线展开。王鹏把小杨打掉，一颗手雷炸了队友吗？晕了，炸到了，炸到了，不过还好没有倒，嗯，稳健的拿下一分，应该是没看到，不然会给这个三秒报信息的。但悟空这波出枪不倒人，后面怎么往回走，空中还是接住了。这个男原点人也很多，他开完枪悟空得打啊，这波是的，关键是现在 MCG 这个点他不在圈啊，两支队伍都不在，悟空还在酝酿打这个防区呢，结果 MCG 了。悟空是想吃 MCG 的， MCG 已经倒了两个人了。这小龙和特别两个人脸贴脸都快亲一起、啊、来了一逼雷，落地直接丢，顺暴去补人，原点有人在修，航航在蓝圈里面把 Summer 的人头 K 了。好好，我 K 了我前队友，反正是冥冥之中都是注定的， 对吧，都是老队友，反正总能吸到一起。小胖已经被直接开移零度放到95K。哦呦，连续打两个雨，帅啊！反正有把消音一直在修，我坦克在头上，空中360度，但还是被清理掉。另一边，DDT 也要选择出手 ，DDT 拉上来清人了，嗯、再清不清了，对的。这个四圈一合人是就每个都残边，他会把翔路跟二零四分数全部给分割开来啊。对的，跟二零四都不好对的，这位置在烟里面自闭又没有什么掩体，开始混烟，其实有人在跑位的，但是由于西边还有枪线 DSS 的一个关系啊，导致二零四现在就没有任何的角度能跑，中心低点两边高点都是护驾的、哎、不过豆子打了一个，是的，豆子打危险，我觉得他现在不着急，因为毕竟是Newhappy，反打能力是很强。我一颗雷，天路来了，直接送走。天路到了双方的反坡，直接开车再往Newhappy脸上去，给了十七，是应该是十七的机会了。这两个雷丢的小童是一丁点地方都没得藏啊！天路剩下三兄弟在下面的反坡，最终还是要打的。反坡的七，天路应该是且战且退了。嗯，那防区双方有个边角是在圈的，是的。本来十七想要去劝劝，但是还在摸，露露听到声音了，立马切枪想往回跑，没机会，退不回去。嗯，原点的架枪的队友呢？许生已经进水了。这个 timing 是正正好好啊。但架不到了，高打的菠菜直接踩在头上 ，Cobra 一丝血，因为现在许生还在水里，少一杆枪呢。哦，一颗手雷直接把 Cobra 炸倒，那这样一来的话，整体南部 TM 就很难进圈了。这俩人不在圈的。是的，但是与此同时，战壕已经被放空出来，战壕加没了呀 ，CT 要拉出来清人了。CT 级已经来了，小凯的屁股要出事，被抓到了，但是这个战壕不在圈啊！兄弟们快回头！加出事了，加没了呀，还不回来吗？一个人顶，回不来了。还在架着压皮呢，会儿把道具什么的都倾泻了，那然后 CTG 退了就行。是的，那这把 KRG 的目的就是一定要把所有 TM 的分数全部清掉，全清了，
然后接下来他还要给这个南部底波压力，嗯，回头。而小轩这边应该 CS 整体的站位其实正面的人并不是很多啊，有人还在后点。然后林叔，这是林叔原点被 KRG 放倒了。你看天霸整体的站位其实站来了三男一车火力车，七七先接一个，七七这个枪很准，这面还能接吗？很可惜自己因为是辆摩托没有任何的载具掩体。崔七啊，这面只有八发子弹，一打三能成吗？崔七啊，我满血打了一个，这小身法多彩没顶住，抓到对方认了一个 timing， 往回撤。 QE 在 pick， 他满血还在玩，这个手雷很致命，但是扔的有点远。两个人打同步了，有掩体，又打一个，满血打了两个，又吃一枪头，吹七幺，这个雷，哇、哦，吹七幺 ，Triple Kill， 绝境吹七幺，真的牛啊，小崔，他个人能力太强了，是的，我小崔真的会玩啊。这小头皮修的，我刚想说这把 M4 的伤害量可能不是很够，结果人家告诉我枪枪都是头，怎么不够？全是头，关键是他打两个人，他还是满来了。嗯，满满没地方，只能去拉位，拉到车后。哦，过点，这是天路一波强冲，确实天路没地方去，只能走南边。过点，王涛涛打下来一个匆匆108。啊，家人的位置也锁定，只剩最后一丝血了。拿过来修脚，我、哦、反身放倒一个，有雷 ，Monkey King 直接补伤害。十七这个时候要趁这个机会啊，趁你病要你命，直接拉出来劝架。现在 CTG 两个人其实淘汰的，是的。而另一边崔乔又拿一分，把骄阳分数还给 K 了。天霸的分数已经来到60分了，这波没打掉，完了啊！啊，这波没打掉一滴血，那不好说了，那不好说，这波恭喜谁都不好说了。哎，主要是他想他这个五 V 了，五 V 在这位顶了很久，五 V 后面有人下枪，自己还有火啊，最后还是结束了崔乔罪恶的一生。崔乔这枪好快啊！嗯，最后倒还是给了对方一点打响了，肯定是要找人少的那边打。对的，没什么毛病，速就已经打开局面了。王泽泽先倒地 ，Monkey 还有一把 AOG 在看着过点，十七还有眼，刚才崩了那么点人还没有秒掉人，五 V 侧面还要硬顶，今年已经来两个了，修一波头皮先秒一个。速九补血补得很快，过点还是没打过呀，这一波人太多，但是十七只剩两个 ，Newhappy 接管战场，翻看 Newhappy 能不能把他 K 掉，但是正面换上还是把 DJ 给打掉，还是小北顶坡一打一，小北是拿下这一分，直接换成四倍要开秀了，是的，明明把南部的分数全部 K 下来，最后还是恭喜 Newhappy 十个他的成功时机在。这个前三局海岛图当中 Newhappy 凭借两击的分数把分差缩回了目前应该是不大的分差了。